が入ってます。在流水面，它困难在。啊。This part is adjust the hose to the speed. 然后完了，然后再是前盖，前盖是这两个。然后要开梯，试一下。click here is the cabin 然后呢然后这个快慢是这两个是可选的快慢 this and this is adjust the cabin speed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这个是真的能开电脑的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他程序错了，我先。